嗨，大家好，我是袁淑华医师。今天我们要再来讲一些预防性的东西，但是今天是讲一个关于预防性矫正的问题。那很多家长都会有个迷思，大家都会想说，小朋友的骨头在乳牙期间会比较小嘛，那长大之后，他应该会随着身高越来越大。那也就是说，长大的时候，牙齿的排列这些都会随着年龄而越来越好。那我们有两个问题哈，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乳牙的排列来预测恒牙的排列？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乳牙的排列预测长大之后会不会咬合不正？我用这个案例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一个3岁10个月的小朋友，他来的时候，他都会看到说，对，他的门牙蛀牙了，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他3岁多的时候呢，他牙齿其实排列的这个形状还蛮漂亮的，与这个圆弧形还蛮宽的，其实上下颚都蛮漂亮的。那这是他上面的牙齿的 X 光片。这几颗是他的蛀牙，那在照这个小朋友3岁多去照这个 X 光片，其实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他恒牙的牙齿，这里总共有4颗。那在3岁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看到这样的 X 光片，我们第一个印象就是哇，他的牙齿好大颗哦。那我们去帮他稍微这样画线，发现不但是只有大颗而已，而且他看起来方向很不好。那如果呢，照大部分的想法，我们长大之后呢，我们的骨头会长大，那我们的牙齿的萌发全部都会改善的话，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例它有没有改善呢？这个是他牙齿长出来的样子。好，那可以看到，这个真的就好像当时我们在看他的 X 光片的那个角度一样，整个牙那个牙齿是分开的长出来的。好，那其实你看到这个地方分开哦，那还有他事实上这样上颚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他侧门牙完全都没有位置可以长了，那下面的话他侧门牙有一颗牙齿整个全部躲在里面。那我们从正面去看的话，我们会说，他的门牙为什么会这么开哦？我们就想为什么？那当然，他起始的时候，他的牙齿本身的牙胚就长就是那个样子的角度，没有错。可是我认为这一块叫做系带的这一块肉，它长得太低了。那这个是一个纤维组织哦，其实它也会影响牙齿把它密合在一起的能力，因为它变成了一个阻碍。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他牙齿的这个，我们这画的这条线哦，就是长牙的这一块骨头，我们叫做牙弓哦。那牙弓在3岁多的时候，它是一个圆形。那7岁多的时候，大家全部连起来的时候，发现他的牙弓的形状改变了，变成了比较尖。好，那如果你仔细去看它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呢，3岁多的时候其实它还蛮宽的。到了7岁多的时候呢，它这个地方变得很凹陷。那我们现在常常在看这个凹陷哦，这个凹陷是一个舌头放置的位置。如果没有把舌头放在这里的小朋友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个牙齿的骨头会长得好像就被折起来的感觉。那我不喜欢这样的曲线，因为这样的曲线其实它的周长会比一个圆弧形的周长来得小很多。好，那我们看看他的下颚的曲线哈。我们3岁多的时候，这个曲线是漂亮的，然后到了7岁多的时候，这曲线也是变成了一个比较像是尖尖的一个形状，taper 的一个形状。然后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哦。我们希望他的上大小朋友的上颚都是舌头放在这个上面，这个就是他上颚骨的位置。
我们把它剖面来看，我们希望它的舌头是放在上面，那这样的话它的牙齿的这个骨头就可以长得圆弧形。可是如果它的舌头没有放在底下，你就会看到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骨头就会长得比较像是三角形的那个形状。那这个是之前我们前几个礼拜有放过的一张一个 case， 另外一个小朋友，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去介入他的吃嘴唇的问题，好，我们给他带了一个装置，那你就看到说，哎，他的是 case 是相反的，就他本来因为吃嘴唇的关系，他的牙齿的牙弓是尖的，那他借着嘴唇要加上带装置，就看到他不但改变哦，这个而且这个整个后牙全部都变宽，好，那你看到这个变浅了。好，那我要提在这里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说，好像刚刚提到的，我们可以去改变，让这一块组织往上走，我们可以用雷射刀把它修上去。那或者是我们可以早一点去介入他的一些口腔舌头放置的位置的一个不良的习惯，他的吞咽的习惯，然后让他的骨头可以正常的发育。那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做的话，我想他这个门牙位置的问题他自己就会自行改善很多。好，那所以从这个例子，我要给大家提供给大家的一个讯息，就是乳牙期其实是可以预测恒牙的发展。那我们现在呢，在牙科方面，我们的能力很好，我们可以早一点用一些装置去介入，将来可以预防或减少齿裂不正的问题。好，那今天呢，要跟各位介绍的主题到这里结束，谢谢各位。